主料，丝瓜200克，青椒50克，鸡蛋3个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丝瓜去皮洗净，将丝瓜切成滚刀块，鸡蛋打入碗中，青椒洗净切块，热锅冷油，倒入鸡蛋，炒熟，盛起来，锅底留油，放入丝瓜，加入青椒，翻炒3分钟，放入鸡蛋，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丝瓜要炒熟，否则会有奇特的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